当有坏人要袭你胸的时候，首先接住他的手，第二手臂夹住腋下，第三停胯胯。大哥请拿着走。我根本就没有疯，是不是巴掌会打在鸡脸？你不知道我们两个已经不水难受，就像这杯水泼脸就滚吧滚吧，不想上战场，神经病啊滚。我心砰砰砰跳，灵魂快要出窍，这感觉真好。哦，你对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眼神朦胧，小鹿在乱跳，跳上了心扉。亲爱的，你知道我想吃什么吗？不晓得。不知道你为什么不问我？那你想咋子嘞？连我想吃什么你都不知道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罪，再强的。我说了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你怎么不听呢？再来一次，一二。大哥，你能下车吗？我是30。滚！好吧。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。鹏鹏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？捉迷藏是你找我还是我找你啊？你来找我来查，你找到我我就嫁给你。好啊好啊，那你现在去查，我开始数数了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我来找喽。人呢？哪里去了？陈总统，我在这，你回来，我在这里呀、啊，这。3、2、1，爱就像蓝天白云。多情这么黑。哎，等很久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找了一个特别好玩的，给你看一下，你看。走，他就会这样，好不好笑？哎呀，笑一个嘛，我不就让你等久了一点嘛。哎呀，我等下带你去看电影、吃饭、去逛街，给你买东西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子的？两个人有问题，是不是？好好沟通沟通，你这样不说话，冷战吗？这是我的女朋友，跟她说什么？我看你女朋友不开心，我哄她一下不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好的。我来给你们解剖一下，现在网上的小哥哥最真实的情况。但凡他长得好看低点，他一定会在网上发自己照片。那些天到晚只发锁骨的，绝对是除了瘦啥子都没得。那些天到晚就发手的，十有八九是只有手能见人。只发腹肌不发脸的，那个脸绝对是车祸现场。发照片只发上半身的，80%都是一个矮子。发照片都是这样子，绝对是嘴巴不好看，只有眼睛能见人。和你聊天3句一头有2句都是语音的，绝对是认为自己的声音好听的不得行的死肥仔。
和男人。这首歌写给你听，我想请你闭上眼睛。这首可能不太动听，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。这首歌写给你听，我想请你闭上眼睛。哎，买单吧，买单吧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你吃饱没有？嗯，吃饱了。吃饱了，那我去买单，下次记得你请哈。哎呀，手机没电了，没电了。没事，这不是有充电宝吗？充电宝都随身带呀、啊？嗯，对啊，那么厉害，可是没有线呐、啊。叮叮。哦，也对，带线带充电宝呢，可是我是安卓，那我去买单。爸爸，我放学了，快把空调开开，快呀、啊！儿子，吹空调容易感冒呀，没有空调你会死吗？当然会了。那古代的人没有空调都是怎么过日子的呢？所以那些古代人最后不都死了吗？嗯。